于今天10点多，在鸟松区大仁南路上，一名59岁的苏姓女驾驶，开着载运鸡蛋的小货车停在路旁，正准备搬运鸡蛋下车的时候，被后方一名苏姓男驾驶，大概61岁，驾驶的自小客车从后方追撞，导致鸡蛋碎裂18箱，无法使用，初步估算损失大概新台币20000多块。仁武分局呼吁驾驶人应注意车前状况，注意减速，避免憾事发生。